陈小春的儿子 Jasper 当年在《爸爸去哪儿》里凭这段经典片段迷倒了一班哥哥姐姐。转眼间 Jasper 已经是个小学生，他被妈妈英彩儿爆料私底下是个社牛代表。我儿子上台，我跟我老公觉得好丢脸，他上去就好嗨，然后自己在那边呜，然后我跟我老公就小声小声小声，我们属于那种。九岁大的 Jasper 日前还以中英双语切换做导游，为学校拍宣传影片，获得网友称赞。第一站是我们低年级的图书馆，他们正在上小提琴课，一到三年级会在这里分组上课。Actually, I was here just last week. Why?I thought it was the lower primary art classroom. 瞧 Jasper 这淡定表现，绝对是未来可期啊。